你的手到哪里去了？啊！我气死了！你干嘛玩大人的化妆品啊？你化什么妆啊？我真的快被气死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叫他休息一下嘛。小孩子难免都会调皮一点啊。美月，手放下啊。妈，那些全部都是你的化妆品哎。什么？美月，手举起来。